最近听到好多朋友都话，你哋就好啦，可以去美国买嘢扫平货。其实好多时我哋都系上网买嘅，因为啲款会齐好多。如果有听过淘宝，应该有听过集运嘅，即系将几间店铺嘅货物都送去当地嘅一个地址，集合晒之后咧，先送去香港，咁就俾一次运费就得啦。唔单止收货方便，仲平好多噶。我哋喺啲美国网上买嘢都系用集运嘅，上呢一个网址登记咗做会员之后 ，click 入去就会见到一个美国嘅地址。有咗呢个地址之后，你就可以开始买嘢噶啦。当你买完嘢要写送货地址嘅时候 ，copy and paste 落去就得啦。收件人就写你嘅会员代号。如果有账单地址，就写你 credit card 嗰个地址。喺所有嘅网站买嘢都系同一个方法，写同一个地址。我填好啦。当你购买嘅物品全部都到齐货仓度，就可以合拼成为一份件。咁我哋就可以喺屋企舒舒服服咁等佢空运到港啦。我收到了。